3号上午，北京地铁官方微博的一条帖子引起众网友的关注。微博说，中午11:50，一男一女两名外部乘客在地铁2号线前门站发生口角，随即动手。之后，女乘客突然将男乘客推至内环方向站台下铁轨上，并跳下去继续扭打在一处。见此，地铁工作人员迅速将两人带上站台，交由公安人员处理。编辑快评：您说这是有多大仇，把人往铁轨上推呀？